台湾政府才会请你回去的嘛。啊，回去都是讲的拢什么大陆干的啦，拢叫你去解决代志的，就在台湾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可能说啊，外国的月亮比较漂亮，就请他们来这边拼看看，就像这个南科震动，南科震动。如果当时没有谢金枝用这么多心血把这个架构到现在南科台积电因为震动搬走了，所以问题 太大了。这个我觉得谢金枝应该向政府拿那个国家赔偿了，国家赔偿啊。好，那再来就是郭清江，郭清江认识了几个哇你靠聊，他等于他不是要找回去，他就是阿扁那时候台北刚刚捷运要，你知道台北的捷运好像有点，就是贵啊，贵啊公司落去争的啦，同样系统的，所以有点问题啦，啊，就是请我们郭金江回去处理啊，来听话嘛，他回去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请郭金江来跟我们报告，来谢谢。
所以这两个袂合，我甲讲，因第一面头先迄个相片看下，开会一边坐二边，坐公司啊两边定着去吵，啊那敢讲，因根本就是敌人安尼吼。所以我讲，自迄日开始我，咱起码第一项上爱做就是前期甲前公司安怎来合作，哈、啊、安怎来合作，所以我。就甲伊讲，恁本身爱找机会开会的时，爱袂使一边坐前一边去前公司，恁一定要混合落去坐。啊，混合落去坐的时，你自然就甲边啊讲话，讲话开面了就好势，啊，正经是开面了就好势。啊，所以记者嘛是讲，哎，嘛是拢去报纸内底学了前几甲前公司，哎。我想看到改变了啊！这一定按两个公司非常合作，才有可能做成。啊，那非那伊来讲改变互相，你对甲对方拢表示一个真尊敬的时阵，都不见多吼。所以，这前公司前期这个问题，规面都要改观吼。啊，个前公司。前期哦，前公司哦，这民间这少年的，是去外国去学较好的技术，去法国学较好的技术，啊，等下要来发展一个因的利用因的这学到这物件，要好好发展，但是真侪因素互因无法度通发挥，所以前公司等下，这人等下，感觉就害，拢未当发展，未当发挥，因为前期该分析的物件上慢嘛吼，啊，过来就是讲，大家压力真大，啊，所以就代工，因台湾嘛无啥啥物咯，代工就干来讲，啊，我比那阵发多钱啊，后日换伊，啊，大家轮流一日可以。啊！因可以，你公司主要就是爱大家拢合作起来做，结果拢无吼，拢无了。我就头关来招做伙啊，来问我到底说个问题哦，因开始 complain 一大堆啊，阮那个去拼到四年去法国，啊，点了语言未通，啥代志阮嘛拢叫伊恁来做。啊！即马甲转来台湾了，要发挥啊！结果呢，前期工工作物件做无好势，啊，所以阮都拢未当发挥阮的才能。啊！伫迄路上咧行，若知影阮是前公司的人，哦，啊就有当时就骂个死吼！啊，迄个见人家输皮，是咧，我再前公司的，现在那个吓得那个我。我还在经营公司啦，所以伊就讲话讲人生才是无啥意义哦。啊，所以真正就开始代工。啊，我等于了就跟人知影讲，这代工的情况严重，所以我就跟自己讨论。啊，我讨论讲，啊，恁安尼叫我代工，啊，有啥物解决的办法无？立法委员来叫人家大帮忙，啊，去叫立法委员帮忙了。我无啥好过，因为我不要讲，以后你要过来第一遍哦，尤其遐民进党的哦，听着讲你要过来到帮忙，我都个拢真欢喜的。啊，所以因即久较早啦，民进党的啊，啊咧，但是伊两面三面了，大家都足无用，所以伊嘛袂来，对唔对？我对是恶事有影的吼。啊，所以要安怎来看到底？但改变你的状况，有一条路，大家合起来讨论了，有一条路就是讲爱来拼，爱拼再拼，吼、哦。所以这个代志，因做出来了，大家人社会拢开始讲，奇怪嘞，前公司这人那个变就好，开始变就好，而且。想诶，报纸开始哇，写到还变较好，哦，顶顶下来讨论哦，啊，这个主任
互因家本身，包括因安全足够，啊，就慢慢一直变好，慢慢一直变好，加速。啊，阮前阮伫前期，如果阮伫迄个体检吼，阮有先体检，啊，伫体检伊的时阵，阮叫因叫着爱迄个，当时以前吼，一定爱所有的会当需要的火车，火车去行，火车去行的时阵吼，你也无一定的即个火车去啊去行。就是开的，每当照时间安尼一路吼，所以前迄个体检，阮体检的员甲了解讲，会当一个时间时阵会当上铁路的火车，一定爱偌济以上才会使吼，啊若无偌济以上，伊去啊有办办台车袂袂好势。啊，无特别有无路用，袂当连续，袂当连续吼。啊，所以伊开始哇，哪有可能遐济啊？伊有无？除了每一个时阵会当上，铁路的火车，干那只五台左右。我爱应该讲，你得爱24台还是偌济才会使？有哪有可能的代志？所以大家就感觉讲，足不值。啊，做物质啊，物质了，咱大家不会问体检委员会吼，大家拢感到好了，就有什么好处哦，我就怕我不会有事哦，说啊你啊哦，大家那好了，那是无啊，那是无那有信心，到尾正经有钱的哦，阮定讲，当时以前哦，你得爱，迄个。二四台火车伫顶边走，你再讲要每日要二，就是讲每两分钟爱一班车，啊，你每两分钟无法弄一班车，啊，就袂当服务社会的大众。所以到尾啊，大家开始变好了，来，哦，无就无啥无什么无，大家想无可能。正有发生，就是因为大家开始互相鼓舞，啊，了开始有一寡进步，啊，有一寡进步了，啊，就感觉讲，这个事情愈来愈好，啊，所以，伫阮体检完成以前，达成两分钟一台车的结果吼，啊，阮就特别请记者来。啊，给因奖品，啊，给因社会会当安尼认识讲，这人确实是真好个人，真优秀个人吼。啊，分奖状甲奖品给因，啊，点啊流目屎啦。因为想无偌久以前，阮伫家己路个时，迄个因为前公司会穿个优衣库。啊，点个穿，因点个穿，行着风嘛。啊，尾啊，就发现讲，那愈来愈在，愈上尊敬伊，愈尊敬伊，愈有信心。啊，这物件就下来，一定爱想办法，互因感觉讲，做这代志，人生就有意义啊。我哩人生就有意义，我嘛是有跟当下人生的意义伫对一个吼。因我甲因讲一阵仔了，啊因讲甲我讲，足意思个吼，所以就特别要求我上班以外时间甲因做伙念物谈，谈看因心肝内感觉问题是对一个，不顺是对一个，变做来解决，啊结果愈谈愈有信心，啊愈有信心了。结果就嘛出来，还不一日一后个，愈有信心了，所以就已经达成迄个通车的条件吼。啊，这公司嘛出来是，乖乖头前一摆是头前个，哦，啊，这个奖牌领了，啊，大家有信心了，搁再刷落去，就是看到底你安怎。
持续性的吼，因为一火车就是爱持续性，唔像一个期间内底，你有够坐车，有够坐台车，其他时间袂当遐坐车，以后大家就无法度通讲这袂按时，袂按时就无爱坐，所以尾仔大家一直拼到这个一定的水准了。像比如讲车定来欠一台欠两台，安尼了，这是大家迄个要紧吼。所以这个表现真好，好，规个社会规个真肯定，个人称。啊，前个是马特拉，尾啊马特拉七二啊，马特拉交迄个交前工前局。前几啊，放假呀，放假叫前几嘛，突然冲突，嘛突然伊要求讲恁爱还我钱，伊欠我偌钱，伊拢无还我的前几，一直拖一直拖，所以这前公司撤退，啊，大家想讲死啊，那前公司撤退，咱绝对是无多，啊，结果伊呢，咱头先讲的遐经验。所以对大家对因家己真有信心，所以表现出来足好。而且台湾的天气吼，天公伯啊，忽然是要来考验这些人，所以迄个时阵足济，电脑宕机啦、延迟啦，这物件发生足济遍。但是因拢无到一年克服，大家因对人的信心嘛，大家对人的信心啊，所以尾仔要通车拢无问题，来，这物件还是吼，这个是前个马特拉的伫台湾的代表，伊实际上帮咱做事的吼，就是讲spare parts。spare parts 伊车害伊了 ，spare parts 若无，车就伫恁兜，伊拢定去替咱四下生意一挂，啊，生意用，生意用，后日你讲介绍，再来做就讲，所以伊对咱帮忙真济，咱又对非常感谢，伊原来是 MIT 毕业的，所以做有一挂好过啦，对，这前期这边叫。这个马特拉的攻击表面的时阵哦，哇，足困难。总统嘛出面嘛是公民党吼，过来。一年遐嘛，遐威胁讲，伊若唔反击，我马上飞人撤退走。伊讲我伫谈判桌上，我算我早已经有面，结果我拢算互伊听吼，还算互伊听，尾仔即钱，马特拉对我有信心吼，伊才甲我讲，叫法国的办事处的人讲，伊个先讲讲，伊来决定到底爱偌济钱，阮欠伊偌济钱啊。那可以换钱，伊就会使。结果这个，现在随我讲，我那个啊，钱工钱几，出钱的钱几啊，我讲钱几少讲看卖者，但是我讲钱几讲，现在是嘞，阮台湾的官员做人袂有这个风性，所以因就无接受这马特拉过来。经营停业吼，等于话说啊，好啦，过来，我这是一挂阮哩爱体检，啊嘛，检查各所物件爱修理什么物件，镜头吼，即日是讲外包钢板就是咧，伊所以，伊遐个工人，不是工人，
设计啊，嘛设计足济，伊种啊，迄个力度，我就讲你设计到是铁衣楼啊，因为铁衣上济袂当包火，哦，铁衣袂当包火，就是袂当包火好势，因为内底即个水泥真少，而且人一支铁衣啊，一支铁衣中间无咧水泥咧黏，袂当团衣，啊袂当团衣的时候。出足钱也是，每下都爱用钢板固成。我都不管你内底话者，或者铁衣，我规个包起来，干那我这钢板都无法当载起来，安尼唔惊。所以钢板固成是阮上尾用的办法过来。哦，这一寡企业维修车啥等等，坐在讲吼，啊，阮企业了有当时上尾真的是呐。分钟来计时，计时讲，哎，搁在发生第三遍了，非常非常车，啊，时间不是，是阮为着将来安全，足认真落去做试验嘛，对。哦，而且，大家讲阿扁啊，讲咱哦，阮甲阿扁做伙讲的时阵，阿扁讲过来哪里啦吼，即嘛做来，车生的真顺，啊，了后来来看到底。要安怎大家信心吼？要哪个来？哎，本来是那些，本来头先讲，哦，他那一顶无机啊，一顶无机就是讲，这个，要哪样大家有信心的中间吼？是的，本来头先，好，本来头先，哎，起码来做完这，本来头先。跟他看头前，嘿，是，跟头前是，哦，所以大家是非常起来吼，啊，不然说嘞，好啊，所以过来，哦，这个还是爱听，好啊，所以你用，好，我开始，你叫阿弟阿公到底，要通车还是通车，啊，叫阮这。管理人员大家做会，什么东西要创啥？阿扁人问，无人敢讲。规定讲就是，啊，点就是我做会安心的。啊，所以我讲，这个车吼，一那阵普通的时阵拢无问题。啊，你啊讲，今麦看起来。我逐日拢伫遐坐，当暝暗时二时坐到十一点、十二点吼，就是要看到咱车有啥问题。啊，结果拢无问题，我来甲伊报告拢无问题，除了有一项啥物啊？爱修理也袂修理，就是啊，迄个甲安全无关系，吼，我讲啊，啊，结果好通车，所以阿扁就是要气气，啊，大家都通车了，伊讲通车，大家管搞安尼。OK， 所以我也就讲，开始用台气，气节，啊，只要来训练时来进行，来开用来收钱吼。哦，啊，你看我这之前，开始第一工了嘛，规个拢人啊，内底外口拢人，啊，后头我问遐个人，你对来足济拢是台南。各位哦，一边行起来，我阿你想来向我们拼，我来一个起摩站嘞，起摩站 ，OK， 所以，哦，阿你看阿扁那个神情的表情啊，阿扁人先做好，感觉拍死哦，你看看伊面就感觉拍死，佮欢喜就拍死，对，好，对，所以报纸啊。不知道像诶，即同时从笑柄变新欢啊！即我即记者即洪明，我要来报告一下。阮开始跟伊做行开一股哦，台湾咧新闻界忽然间变好去。一旦新闻界本来拢无影诶代志，伊嘛咧报，报告互恁大家冲突啊，为了政治来报来写新闻。啊、来发生你达成你想要达成的路，所以迄、那个规个台湾来
歹吼，就是安尼。啊，但是阮来了，伊就开始讲，要照起来补，啊，你照起来得补嘛，还佫足侪即个问题吼，啊，慢慢来改善，啊，佮改善伊啊，好了，阿弟啊，阿无是佫真，佫真，吼，改善了，即个通声。而且在讲魏孝平变成新欢，因为古早大陆凤姐就是笑，啊，即马无共款吼，来，啊，我讲即内底有几项代志，一定爱做，开始因遐人拢无啥物相信，后来阮就严格来治疗，你看，伊讲天啊，完全的，因为这個。没落地大，也钱币啊，也他谈幺万五幺元通，个，哦，而且口香糖啦，什么槟榔啦，现在我是非常严格，我非常严格，绝对伫钱内底袂使饮水，哦，啊，全钱内底里面钱的范围内底。你绝对袂使这么推面的，啊！这内底别人说说说说，这开始大家无啥物相信，啊！阮拢从耐心，点么一直甲家讲，啊！若翻几遍啊，一直听，啊！听了就开始这样听，又着听好个啦，哦，台北新希望啊。啊，比如讲有梦想上水啊，无梦想，也未希望上水，所以头第一抓我上来，将台北的彷徨载走。伊迄个开始，阮开始做体检，开始做这个检查已经几月多期，咱可能这个是不喜欢的原因啊，哎，对。加个不同的，诶，记者消息就是无的物件，好嘞，个，连食饭都去讲，啊，全篇报道，个，好嘞，OK， 所以，个上尾通宵，你要通宵以前，那个两项代志，就是这种白头，那车厂出问题哈，啊，尾啊，怎啊？有个也灌浆嘛，啊，可以一旦真安定的累，真紧的累，所以就无问题，系个啦。哦，来个啦。哦，我又去阿边啊，通宵了，阿边去叫我做另外强代志的时候，这个淡水线的体检哦。变做我负责，你啊，即个本土专家变做打当当啊，过来，过来，所以我们家来改造我们过来，哦，而且贵个通车，到尾决定我贵个通车，拢即淡水线通车，啊，伊个通车是伊个复杂线，啊，那淡水线通车。要因决定讲要请大家吃中道，啊，这个这吃中道，啊，真欢喜，变经营，啊，主要咧开始了，但是就一直进步个全世界拢样，什么评比，因为就评比啊，全世界评比咱十几年，啊，这就是大家经过苦难啊，有物件，你就。